说相声讲的是这句话出来口不能掉在地上，对，我说完了他就得马上能接着。打个比方，好比说我有一个盘子，我一扔，于老师啪，无论扔到哪儿都能给你弄回来，有时候也磕在牙上。于谦作为德云社的相声皇后，就没有接不住的包袱。用郭老师的话来说，跟于谦老师在一起就没有一句话会让你掉在地上，就连喝酒后都能意识留神捧汾河湾。但没有想到杨幂的一句话让谦大爷都没接住。4月13日，于谦老师主演的电影更新了最新拍摄花絮，在花絮中于谦老师饰演的角色绑架杨幂，却没有想到被杨幂的一句话给整无奈了。哎，干嘛？别动啊！把我头发，把我头发。看到这一幕，不少网友表示导演卡憨早了，真想看到谦大爷想要怎么接。毕竟谦嫂是短头发，谦大爷还真没听过这句话。也有不少网友发出调侃：杨幂，我说的不是台词，是真的压我头发了。于谦，我什么词来着？除此之外，于谦老师还在视频中推荐郭老师来看自己的新剧，因为郭老师最喜欢吃火锅。推荐谁来看这个电影？在郭老师，郭老师非常喜欢吃火锅。郭老师，这是我演的一个戏，您过来看，他肯定来。不得不说，老两口的感情是真的好，就像于谦老师说的那样，身边的人人来人往，我们还是我们。祝愿于谦老师的新剧票房大卖，早日回归相声舞台，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。